千里马战，千里马千里马千里马战，千里马千里马千里马战，三十六计火上切入后期。十月的凉被裹了风，光的夏日揭开冰封，南铁的温冬方阵里来敲响警钟，千峰万丈的究竟拿起来是谁？年龄是我肆意侵袭，没时间我清空，全国的沙场被模糊的不止我光。要时刻擦亮你内心点，不如刀枪。你的脸前锋芒无下，肩膀上的风霜，这一散去，我才开始启动暴风。各个雄狮奔向恶霸，该悬崖勒马，想方设法，命在壁上刻下了无牵挂，后再变成策马，痛快边疆塞外，世世代代隐世江湖被祭拜，历史有太多太多记载，死不带走，生不带来。凌笔就是执心，写就是立，立一家之言。汝心不正，卑躬屈躬，有人在枉然之中。若是想要为时时代的继续来试试看，说出的梦，大漠中的神秘的枯萎，天山被雾气包围，红尘里望穿秋水，望不穿的不明晦，也是风沙般的战略，冲刷战士的血水。只没有结局，要全力写下安序，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，任由你七十二变，我依然三十六计。八二先生，八二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哥出事了。有人举报父亲私写国史，伪造图谶。什么？父亲写史书的事情，只有我们还有他几个最亲近的弟子知道。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？我会查出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大哥。大哥？大哥怎么了？大概是不想父亲名声受损，大哥顶了罪，说那些都是他一人所写。私写国史，伪造图谶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大哥他不日便要问斩。我这就赶往洛都，你在家陪着母亲。嗯，我也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是否能回得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我知道危险。可是二哥，从小到大，你偷跑出去干的那些事，哪一次能甩得掉我？洛都不远了，不过这个时候城门怕是没开吧？午时便是行刑之时，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或许能赶得上。唱什么？好大的力气！啊，对不住啊，没事吧？惊扰了我家主人，你还想走吗？主人说无妨，让他们走吧。哎，主人还是醒了。
惊扰到贵人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你却知道我是贵人。女孩子银叶急奔，必是急事吧？要赶去洛都。嗯，城门日出才会开。前面是桑林，夜里老有些游侠游女在那里玩闹，不妨一起去看看，等天亮一起进城吧。有此等惬意时刻，真乃人生幸事。真惬意，俏秀折腰，妩媚动人呐！去跳一跳。好呀，您可得给我抚琴。哎，听说一心鼓舞式神，便能得梦女相照，一解所困。你们说是真的是假的呀？这谁知道？就是啊，你得给孩子天亮之后。趁着月亮躲进了云彩，晚风也不例外，将银河的心思拨开。简单如飞雪般的纯白，怎么停不下来？一点一点的徘徊，落在地上的脚印，一步步不敢靠近，只担心融化尽，好像失去这重力，或许会有距离，深深埋没目的，不停息，不得已，小心翼翼。将夜色拉长，还未到天明，恨穿微光，相伴又朝夕，只愿天空不知道，化作一颗星照亮南方。逐渐模糊的被冷冻，沉默也被人懂，从来不会心疼过。生计于世，烟火流转，我就睡过去了。嗯，哦，先生不知，我今年被噩梦所缠，睡眠从不得安稳，几无生趣。嗯，倒是同病相怜。我近期睡难安寝，只有在行驶的车内才能稍稍入睡，所以我常会在夜里乘车在郊外转到天亮，不想今日就遇见了你们。打扰先生清梦了。哎，其实也睡不安稳，睡时总陷入同一迷梦，颇为难解。啊，可否讲讲你的噩梦？从小，先父训我读咏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。考料杂志术数方剂我都能过目不忘，可怕的就是这过目不忘，我能记得四岁以后的每一天，能一天天的数到现在。哦，记得哪一天念了哪一段书，
先复读到哪一句时停顿了一下，打了个喷嚏。那时念的书只是记得，但是不懂。到了14岁那年，我好像突然就懂了。之后就开始做梦，在梦里，那些书里的字会动，书里的人都活了过来。每天读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人，都像是看不到边的军队。我能看见他们的一张张不同的脸，他们好像缠住了我一样。先父说，我心念不纯，财性不正，才会梦到那些。哎，从此我都不敢睡长觉。我二哥几乎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睡着，站着也能睡，但是都不敢睡长。让先生见笑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，记得每一天。啊，比起你，我要好多了。我近来一入睡，都会梦到一个高大的金色巨人从空中飞来，落在我家的房顶上。很高，很大，头上还有一圈白光。我总觉得房子会被他压垮。那是仙人。何出此言？先生头上之气清贵至极，之上迎着一丝金蓝，当是仙人的气运。你会忘气？生命天生就会忘气，百不十一。会是哪位仙人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但金佩西方，当是从西方而来。西方主行沙，可会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西边的西边，更远的，应是极尊贵的仙人。我也只能看出这些了，但肯定是好事。那好，姑且信你。姑娘这番话让我心情大好。啊，天也快亮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与先生一见如故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在下……哎，君子轻盖而谈，各奔东西。你我都被梦所扰，你叫我迷梦先生，我叫你噩梦兄，岂不更有意思？二哥，那个人真的可能是天子。若是这样，那还有3个时辰便是大哥行刑之时，我们要抓紧了，先去耿家找耿公。啊，您找小少爷呀？他平时回来的不多，都住在雨林营里。那雨林营在何处？雨林营就在上东门外北面的保驾庄。不过就是去雨林营也未必找得到他，碰到宿卫时他就在宫里当值。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太学，小赵你去学耿公，现在正是雨林卫晨训结束准备复职的时候，你直接去路上堵他。好。
这萧省是小昭。一只凋零剑回来，嗯，谢过姑娘了。都是一剑封喉，真是好剑法。这些盗墓贼被抓住，都是要受活剐的。我这是在帮助他们，可惜跑了一个。哼，跑不了。好剑法，原来真有射生剑士。攻射者冥冥中闻声则中之。你叫什么？茂陵一耿公。平陵一班超。我妹妹小昭。你继续带队去换房，我要回营去老头那儿请假了。老头是不会准的吧？那就由他扣下。哼，撤！留心惹一屁股棍子。没办法，有人来要我的命了。撤！就前伺候，依然痛心。如今梦前有，哎，我就是为此来的。我也正打算回院里召集同学们去送送梦见。我要带他走。我知道，总要将尸骨带回老师身边。我要带的是活人。哎，这案子很蹊跷。我并不清楚详情，只说是有人告发，说搬家伪造图谶，私写过失。你知道苏朗吧？嗯，记得。以前他和你一起跟着先父学习。苏朗半个月前已被处斩了，罪名就是伪造图谶。问题是，他是在两个月前自首的，拿出了许多怪诞图册，竟是荒唐之言，却说是由老师所授。最后还告发了私写国史的事情。以前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温恭的。在洛都，我和苏朗还多有交往，
只是在一年前，他拜了一个术士为师后，就日渐疯癫了。术士？倒是有些名气，叫于幼玄。我是向来反对这些怪力乱神的。那就没人查他？据说廷尉府是想问询他的，但江湖术士有理无端，早已不知所踪。必须与这苏老安切割清楚才行。唉，谈何容易。孟坚也曾抗辩，但此案定性为谋逆，打了可以灭族，所以他索性都一个人扛了，保老师清明及班氏一家的性命。我本对他颇多看法，但这种风骨我是极敬佩的，所以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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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时候就请中任哥哥带着世子们闹起来，冲到刑台上。这个好办。只是事情不管成与不成，最后你作为带头的鼓动者，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进入仕途了。那又何妨？只是我有个问题，我可以说服同学们去请愿去闹，却不敢说是去劫法场。等他们上了台去挡了视线，你们动手时他们看清了，多半会四散，这毕竟是断了前程的大罪啊。我有办法让他们上了台，却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，最后你们也好撇清。这是什么？一坨屎。好。这可是好东西啊。犯人是谁呀？怎么没在家呀？他可是太学院的班孟坚，两都赋听过吧？那就是他做的，如此大才自然不用在家。啊，原来是他呀。哎呦，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听说是私修国史。哎，可惜了呀。那前面这些太学院的世子是打算，大概是希望能恳请复奏吧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家亲自批的案子，想要复奏谈何容易呀。报大人，太学院世子想要给犯人敬酒。哎，他自有他的断头酒喝，何须你们来敬？断头酒是断头酒，送行酒是送行酒。
这帮世子哟。哎，放一个世子代表上刑台去敬酒。是。哎，盯紧一点，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把人拉下来。是。哎，注意啊，别伤了人。是。哎呀，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是。多谢王兄，你我素来不和，不想今日是王兄不怕牵连，来给小弟送行。你我是学问之争，本无其他。君之一去，如庄周失会师，将时失引人。有众位相送，不虚此生。你是在找与你素来交好的傅毅吗？我叫过他，看来是没来。太学三千学子，赶来的不过三百。如果有千人请愿，未必不能逼着临行复奏，重审案情。哼，本朝从无此先例。此情此景，何不作诗？你有病吧？拿琴来，班两都要作诗了。作诗？啊，这是要做绝命诗啊！或许此诗也会和那两都赋一般名传不朽。哎，放他上去。啊，小周，班将就靠你了。嗯，秦来，班两都要作诗了。这个就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《咏史》。这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，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研究价值。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前朝文帝时，一代名医淳于意获罪，其女淳于缇萦为父请命，最终文帝悲悯缇萦的心意，废除了肉刑的故事。倒确实有临刑的悲愤之事，为何要唱那个叫缇萦的女子？最后一句"百男何愧，愧不如一缇萦"，不是在笑话那些来送他的白衣世子吗？这班固不是要煽动世子们闹事吧？何时请愿？哎呀，再等等吧。对，再等等，等等吧。五十三个已到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
父亲，孩儿随即就来了。始终有人参与闹法场，大人，你先去安抚世子，我去看一看。哎，你这会，这那个谁，快去叫巡防营来。是。这，谁射的箭，举报者有赏。哼，把你们的箭袋都交出来。班固是我们汉学院的天灵之才，你们诛杀博士，必能百世无名。你们是未来的国之栋梁，难道不懂礼法吗？我对你们已经很礼待了。撤！撤！撤！太学院王冲要过去，便从王冲身上踏过去。去，去把他们拉下来，注意不要伤人。放开他，赶紧放走。干什么？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？一根不少，城墙上走了，除了这五十个守城兵士之外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怪了。将军，你看，那是白狼鹰。这帮狮子怎么会有白狼鹰？有这狼烟的只有。巡防营，所有人听令，给我冲下去！是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城里放白狼烟？大人，那边瓮城上严将军带着一队兵士持刀冲我们来了。太学生们，刀剑无眼，赶快散了吧。
我们走。没事吧？扶你先聊啊。让开，让开！你们这是做什么啊？大人，巡防营怕是要来劫法场。胡说！巡防营是我家来的，来援助你赶散这帮太学生。你看，这可是军中的白狼烟，那帮太学生不可能有。不错，这突然见到白狼烟，又见到严将军拔刀相向，我还以为出现了兵乱。那帮太学生竟然放了狼烟，哎呀，坏了！这帮胆大包天的，只怕已将死囚给劫走了。当心啊，当心！班家人，没错，狼烟就是装在这琴里的。这帮太学生胡闹一通，却没有劫走死囚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大人，午时三刻已过，按照礼法，不能行刑了。就是斩了你又如何？行杀乃至阴之事，当在至阳之时，不然我的鬼魂也会萦绕着你们不散的。这便是那帮世子胡闹的目的了吧？哼，让你多活一天又如何？来人，将此犯收监。慢着，我要复奏。哎呦，班先生，我知道你才纵一方，但你的案子是天家定的，如何复奏？我正是要向天家复奏。真是见鬼了！快点，快点！真的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草民班超，敢为家兄班固一辩。班超，昨日是你吗？是。那天牢里私写国史、伪造图谶的，是家兄班固。只是今日草民在法场上将他劫了，换了我来。你胡说！启禀皇上。他就是班固，法场也未曾遭劫呀！哼，我与家兄是孪生兄弟，混在太学世子之中，冲上了刑台，换了家兄的衣服，所以大人也未必看得出来。这，皇上，是有太学院的世子在法场请愿，造成了些混乱。他。孪生兄弟，哼，有意思。你要抗辩什么？家兄既没有私写国史，更没有伪造图谶。皇上，私写的国史已被查抄，证据确凿啊！你说说看。我班氏与前朝的太史公司马氏一样，本是史官世家，史官世代相传，竹帛长存，济公思过。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如今大汉中兴，家父秉先祖之志，愿续太史公书，彰显汉魂，敬献皇上。只可惜未完身故，
家兄有意续写，如今却无辜卷入屠趁大案，还请皇上明察。胡说！你家算什么史官？史官得朝廷任命。那逆犯苏朗确实招认他伪造谶纬国运，是受你班家的指使。那是苏朗的诬告，草民愿意与他当面对质。逆贼苏朗已被正法，你却来说这种便宜话。哼，皇上，我们抄了班固的住处，确实有许多有关屠谶预言的书籍。皇上明鉴，史官的渊源本是殷商的天官，所以占星望气屠谶本就是我班家的家学，家兄精研屠谶也在情理之中。所以你妹妹会望气？想不到班彪一代大儒身上却有史官的家史，你说那国史是你父亲写的？是。那班固怎么说是他写的？家兄不想家父身遭污名。是个孝子，倒是你短短一个上午就串联人手劫了朕的法场，利用了律法和朕的玉佩来庭上复奏，环环相扣，好算计啊。草民伏法。你倒是个敢谋敢断又敢当的。来人，先去了他的家。你知道这马的来历吗？草民有所耳闻，这是千里马，天下相马以此为模范，是前朝名将马援征交趾时及当地铜鼓浇铸而成，敬献给先帝的。先帝第一次见到马援时，当时公孙述在成都称帝，而马援与公孙述很有交情。先帝问你遨游在二帝之间，是不是觉得游刃有余？马援说，我和那公孙述自小就十分交好，可是我到成都他戒备森严，而陛下丝毫不加防范，怎知我不是刺客呢？先帝笑说，但刺无妨。马援跪下说，当今天下君选臣，臣亦则君，今天我找到气度非凡的明主了。草民不敢当。真当自己是千里马了？我知道你身具武功，也知道你心怀赤诚，来为父兄抗辩，但你毕竟违了汉律。来人，将这班超收监，细审待判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何在？朕刚才的那番话如何呀？皇上太帅了，洞察人心，言轻意远，那班超在地上都哭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皇上真是明君风范。朕是问那班超哭了吗？哭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这小孩子。去叫人把那抄近的国史稿拿来，朕要看看。你确认这里安全？这本是我军中一个死党藏女人的产业，无人知晓的，放心。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我信二哥。这等同谋逆。哦，他现在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还不了解二哥的本领。就是些打杀的本领，他
他去外边逞凶斗狠，怎么偏偏你也？你会的，我和二哥未必不会。我们会的，你就差远了。你们会些什么？哎，大哥，我其实12岁就随二哥在武林杀过盗匪了。那天我还为此作了诗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你大爷！哎，真乃奇书也。陛下，马上就该早朝了。下诏。来了来了，他是谁啊？贵霜人，仙奴。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，可曾想过要回去？你是不知道，这位爷呀，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。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。这种江湖术士，你到哪儿找的？我自有办法。人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不久之前我还竭尽心思的想要结发场，如今却有了官身。我记得在列子里说有个地方天色昏暗，所以居民整日都在睡觉，醒的时光很少，以至于他们认为梦是真的，醒的世界才是虚幻的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活着就是虚幻的？就如眼前繁华的洛都，一掷千金的游野台一般虚幻。轻点，怎么了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胡姬登场了！哎，这游夜台什么时候来了胡姬呀？拉我来，就是给他捧场。嘿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这好事你都不说，他是谁啊？美吧，贵霜人，仙奴。
厉害啊！等会儿他会下了信。为何谢你啊？我捧他呀。哇，那是用来上吊的吗？我没你有钱，你现在可是600担的蓝台令使，他呀是新来的，还只会跳胡舞，所以啊还没大红呢。倒是有些公子来捧他，无非啊是打些歪主意，偏这胡姬很硬气，就是不从。那些公子还有纠缠，我在旁边看着就按不住了。你想啊，我们可是武陵侠少啊，上前就把他们打跑了。嗯，哦，靠拳头捧啊！现在人们都知道，这胡姬是羽林郎耿爷罩着呢。哼，成了吗？没有。有时倒也收点我送的钗呀、串呢，送的铜镜就不收了。有时候玩笑开得狠点，就能泼我脸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没见过如此优美之舞姿。这是我兄弟班毅。班毅也好。仙奴姑娘好。听说姑娘是贵霜人。嗯。如何来到汉地？我生在汉地。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，姑娘也没去过吧？嗯。可曾想过要回去？有劳姑娘了。这样啊，他一直这样啊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吗？知道这位爷呀，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。可不是嘛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五个被赶走的术士了。这点道行还敢写鱼又悬敌船。小人的确没曾见过鱼又悬这等传奇人物，打这招牌只是迫于生计，望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小人吧。啊！哼！你还在查那个叫于有玄的？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。都查到什么了？这个于有玄2年前突然出现在洛都，每月只在朔望两日断命，每断无有不中，一时间名声大噪。半年前此人突然消失了，说是去云游四海了。就这些？这还用查？我都知道。哎，老班，四海之大，这种江湖术士你到哪儿找去？我自有办法。班大人又在秉烛夜读啊，真是勤勉啊，怪不得不到半年就做了12位蓝台令使的首席啊。可不是，不过也不光是勤勉，我听说班大人天赋异禀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这是别人再怎么勤勉努力也追不上的呀。嗯，哎，你说班大人读的是什么书啊？我记得那间屋子是你帮着收拾的吧？
搬了一大堆竹简进去。嗨，都是一些前朝遗留的残篇断简，都不成章句。班大人或许是想看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些失落的典籍吧。要是小昭在，非把你抓住。以后就叫你妖先生吧。德蒙圣恩，我们得以在兰台续写太史公书，父亲泉下有知，也将含笑。你知道的，父亲其实不想我入仕，也不想我入京的。那是父亲的气话，你那些日子也实在荒唐，像劫法场一样荒唐。为兄真的很感激你。大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听闻这几日你常常与那羽林卫的耿恭出没金市。是啊，既然来了繁华洛都，自然想要增长些见识。大哥，你就想问我这个的，觉得我沉醉着洛都的繁华，荒废了正事吗？我知道你心中自有分寸，只是随口提及罢了。我也听说你常在兰台秉烛夜读，我想说的就是你夜读的事情。你以前若没有那么荒废，学识一定在我之上，如今你又开始用心批览，为兄也很高兴。只是你将自己埋首在上古的残篇断简、诡异传说之中，实在是有违班家传承啊。大哥，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班家传人。史官立言，首推一个信字，你依凭的尽是飘渺虚诞之残章断句，能有什么建树？立言当然重要，立行更不可废。大哥生性温良，自可效仿颜渊安贫乐道，我更近乎子路，仗剑而行，大道未必有偏。剑走偏锋才立，落在剑上怎么都是偏了。就像劫法场一样，当时你在局中，我入局也无用，我得破局。哎呀，我说的是读书。读书也是一样啊。我有时觉得你和父亲都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。孔子著春秋一样算是我史官传承。我觉得父亲和你都是困在传承与儒家的局里了，而我想破局。如何破局？倒回去看，我史官的前身本是天官，
通星宿天道之变，现在却失落了给帝王寄寄信使而已。史官现在的荣耀最高就是助帝王封禅泰山，其实颛顼帝绝地天通前，神山当是昆仑，或许昆仑才是我史官的源头。荒诞不经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老子为何西去，他说的聘母天地根是不是就是在说昆仑山和西王母，而周穆王也曾西去寻那西王母。够了，难怪父亲说你堕了邪路，那些神奇无解的事有些也由不得你不信，比如小昭的能力。忘气怎么就是无解的了？气运之理内核易经，那为什么他天生就能看见，你我无论怎么修习也不及他？人各有天赋，天赋天赋，我就是想探一探这个天字，或许上古的残片上有些印记。天道已远，庄敬便是，人道在侧，更当躬行。你这不就是儒家的话吗？你算了，不争了。最近还睡得好吗？还好吧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岳府程华城让我带给你的，说是你向他讨要新收集的姚燕离曲。替小昭要的。好你个余幼玄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那胡姬仙奴终究没有大红，成为杭首和花魁。怨不得旁人，还不是因为他那不亲近人的脾气，还有那羽灵狼耿爷也是护得紧，现在又多了位想必也有点身份的班爷。哎，别睡了，醒醒。嗯，仙奴上台了。是我觉得这胡姬才是游野台最好看的，古城侯有眼光啊。那姓耿的平时那么霸道，今天要吃瘪了吧？你不管管人家正常的买线打赏，活快什么？哎，你瞧你瞧，怂了吧？
侯爷不要逼我，你掉下来，我接着你。你若不喜欢这里，可跟我回家。我喜欢这里，我是不喜欢你。那你喜欢谁呀？他。哎呦，有眼光！林大家刚才说了，你还没有过恩客。心有所属，请侯爷成全。我又不要你的心，我要人。你且看看，这小白脸敢要你吗？这位公子，我出100金，你把这胡姬让给我如何？哎，你让我很为难啊。我要是拿了这100金走，就像个大混蛋。我要是不拿黄金，还跟你说我跟这姑娘不熟，你随便，我岂不是像个胆小鬼？那你可得想好了。我和老班都有官身，若是打了我账号就是犯上，一旦冲突就先对那几个家奴下手，把事搞乱。哇，这老板真是狠啊，帅，太帅了。救命啊，放开侯爷，别松手，揍他，别碰他，哥下去接着侯爷。你要怎么做？在这里大打出手？游野台可不是打架的地方。那你是想接着？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没事没事吧？侯爷，侯爷，抓住他，杀了他。还来做什么？不怕断了军籍，不怕你的哥哥们揍你个半死？哎呀，后悔啊，竟然让你先出手了。侯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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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滚开，跟我来。废物，还不快给我抓住他们！这里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啊！快追，快！都在这儿，就在前面，别追，别追呀！啊，这下好了，只能打出去了。太神了！叫什么？咱们被这个妖腻子给耍了！站住！在那儿呢！哎哎，也好，痛痛快快的一路打出去。哎，这前面是怎么了？这北军都出动了。好像说是武成侯和羽林卫的人为争个胡姬大打出手，
据说呀，前面的一个巷子里躺满了侯府被打伤的家奴啊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吗？总算是散了，躲得真憋屈啊！感谢老丈，刚才不叫破二人的行藏。感谢老丈，公子，算算命吧。没人敢跟我们算命的，你新来的吧？老伯，老先生，眼睛不便，以何种方术为在下算命呢？啊，我是月之人，知晓点月之古老的涟漪镜。涟漪镜，就是我们月之人学习预言的经典。那就请老先生为我算算。你的声音低沉，犹如神明的战鼓，催动着万千的魂魄在夜风中哀鸣。你背负着十二天的愤怒与厄运，终将登上白雪覆盖的博达威大山，伟大的新月梦神。说人话。他睡眠不好。哎呦，这老头可以啊，果然神奇。那行，请老先生再为我算算。能把你的手给我摸摸吗？老先生请。这是我刀的手，老拿着笔可惜了。在我们汉地，笔比刀厉害。哦，笔杀起人来比刀要狠。谁叫你握刀杀人？哼，你的刀要劈开一条盛大的、开满鲜花的路，让路两头的人像享受燕麦和蜂蜜一般的受惠，一直到几千年后神灵隐退。月之人都这么说话吗？当然不，这要经过长期的训练。我们的涟漪镜都是用诗来写的，有预言诗123首，赞诗。老先生，您可曾摸出什么来了？你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在这里。秉笔就是执心，写就是力。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，直达我的故乡，你将是那里的主人。去西方建功立业。再见了，姚先生。臣下见过陛下。这是要跑啊？臣不敢。哎，今天是休沐日，我们就当是在郊外相见好了。听说你递了辞呈，但你哥哥不允，你就打算这样逃了？臣下觉得自己实在不适合这里。也是，你文武全才嘛，听说还把武成侯从楼上扔下来了，能耐呀。陛下都
都知道了。你辞官不做是要去哪儿啊？臣想走得远些，去那西域看看。西域？我朝与西域断行也有70年。对呀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我从上古残简中找到些线索，去那儿或许能破解纠缠臣下的梦魇。哦，讲讲看。河图有云，昆仑山为地首，上气通天。昆仑山？那可是西王母住的地方。昆仑是掌梦之地，西王母为掌梦之神，既然要破梦，总要去看看。朕与你都被梦所纠缠，才能体会这其中的真切不虚。好，朕支持你。朕授你个使节身份，出使西域。我大汉虽已退出西域多年，但余威犹在，你去那儿可以方便许多。多谢陛下。噩梦兄，我助你破梦，你是不是也该帮帮我？臣当万死不辞。你妹妹说我梦里的金人是西方仙人，我现也搞清了这仙人的来历。前朝武帝派霍去病远击匈奴，带回了一尊西方金像，后来王莽篡乱，长安被毁，金像不知所踪。我梦中的仙人就是这金人的幻影，管我要落脚处呢。所以此行西域，你要去给朕悄悄再请一尊西方仙人的金像回来。悄悄？哼，这能在朝堂上说吗？那些朝臣还不得吵翻天呐。班超。臣在。这是你作为朕的圆梦使的凭证，可便宜行事。臣遵旨。很痛快吗？我的梦可不止一个呢。你博闻强记，说说从古到今有哪些帝王的事迹相关西域或西王母。轩辕皇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周穆王，还有前朝的武帝。都是圣王明君呀。知道为何？臣愚钝。这才是君王真正的梦想，巡狩天下，抚远不至，百夷来朝。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，直达我的故乡，你将是那里的主人。臣懂了。朕懂了，你是朕放出去的千里马。是，臣要为我大汉踏出一个更大的天下。我打听过了，没有人知道仙奴的踪迹，可能当日啊就出城逃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把他给害了？哼哼，是他把你给害了。你被斥责了吧？还被罚俸了1年。虎贲君真是少见啊。走。罚俸啥的都不算什么，倒是你胡子官了打算干嘛？朝廷决定举国伐匈奴，正是从军的大好机会。这就是虎贲君呐，真是雄壮啊。是啊，嘿，你别看平日里那些羽林卫那么威风，哎，真要是说上阵杀敌，那还得看虎贲君呢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走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征西域？我也想啊，可我是禁军羽林郎，哪能随便跟你走啊？本朝几十年没有大军举措了，这不是你们这些将种百年难遇的军功吗？哼，
你也知道，大军的副将是我哥，我跟他说了，刚开始呢他还答应，但我嫂子不肯啊，说哪有兄弟俩都去死地的道理。你哥堂堂驸马校尉，就那有什么办法？他怕我嫂子。哎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哼！哇，脸上涂这么多粉，还不是遮掩那天的伤？两位公子，妾身有个薄情之请。哦，这是赶我们走吗？为什么不是他们走？因为二位公子已占了上风，你们退了，双方都有余地。哼，你倒是直率。要余地做什么？我就喜欢淋漓尽致。邦儿先生一定没有睡好吧？早些回去歇息，才有精神再去大家，不是？我们走。这游野台不简单啊，林大家更不简单。那当然啊，听说啊，背后有武荫长公主。啊？哎。老先生，前几日多谢您点拨，我这就要准备西去了。你果真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您能算到我要来？王的闪电之王，凯林市的主宰，赶着他金色的战车，遇见了鹿眼睛的卡班，骑着牛奶里出生的白象，诸神也惊奇他们一万年没有相遇。哎，又不说人话。我是说，这些日子天象有异，两星即将交汇，或交争，或交融，命运可能就在你手。老先生，你眼睛都没有，关什么天象啊？谁说我眼睛没有？我还可以把我的眼睛借给你。我要你眼睛做什么？告辞。喂。嗯？我就是阿爷的眼睛，也是你们西行的眼睛。凡二先生。有客拜访。有客？这个时候请他进来。哦，小公公。公公便是公公，没有拿下。天家有什么旨意？我自己便不能来了。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？走。这是？这把剑叫飞弓。飞弓？墨家之剑。
这把剑据说30年都没有鸣叫过了。刚才是你觉醒了剑胚。剑胚。夫子，你在哭吗？切，谁哭了？疼吗？疼。那还老实打架？足够疼的话，就可以晚上不睡觉。为什么要不睡觉？你管我？想管啊，跟我学点东西吧。跟你能学什么？我爹说你乱解经义，误人子弟，简直就是个骗子。哎，你爹班彪是当时大儒，说话也太……哎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当然，我注意你这孩子有一阵子了。你身上有死气，却没有死志。什么死气死志的？死气就是恐惧，死志就是无惧。什么意思？恐惧是一种潜力，无惧却是平静，甚至冷淡。死气像是混沌和沉迷，死志却显得从容和快意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荆轲，既有死气又有死志，方为大英雄。可惜剑法太差。哎，我听说当年荆轲想与剑侠葛聂学剑，葛聂没有教他。要是葛聂教了，世上或许就没有始皇帝了。哎，主要还是荆轲不是学剑的料。当年要是刺秦的是葛聂大侠，不可能。死气和死志集于一身者只有荆轲，那秦舞阳也是不世出的勇者，当时却毫无用处。我只有死气吗？已经很难得了，而且你有一点比荆轲强，你是剑胚，他不是。剑胚，跟我学剑吧。真是把好剑。我师父说，我虽是天生的剑胚，却心思太杂，以至于迟迟无法觉醒。没想到今日被这把剑所击，竟是就这么醒了。不知公公给我这把剑是？信物，你此番西去，终不能只靠着军中的人才。你拿着这把剑，去金氏铁流坊，找一个叫齐欢的铁匠吧，他会陪你西行。敢问公公姓名？蔡伦。大人，要说这铁流坊里手艺最好，还接宫里活的，就是这霍十七。哎，那最里面正开工的那一家便是了。我这就去把他叫出来。不用了，本官此行乃是微服，不要声张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是是是。哥，你也真是的，都辞官了，还拿这上朝的簪笔吓唬人。好使就行。
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地方？这打铁声。怪不得要在金市还未开的时候开工，看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走，去见一见这位霍世器。齐先生吗？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齐先生，只是个铁匠。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。我知道，你是霍十七，铁流坊最好的铁匠。先生，帮我修一修这把剑吧。小公子可好？小公子？哪位小公子？脾气够火爆啊！小周，你先出去，我来会会他。好嘞。齐先生，我们不是来抓你的，你冷静一下。受死吧！
现在可以冷静一下了吧？打完了。你说的小公子是小蔡公公吗？你这是什么剑法？我自创的剑法，还没有名字。谁说他没有名字啊？我叫他枉然十一。枉然十一？因为现在我哥只创了十一剑，以后还会有枉然十二、枉然十三。先生，是墨家的人吧？哼。秦火一炬，诸子飘零，五帝尊儒，百家消散。先生勿惊，我对墨家的主张非攻兼爱是非常敬仰的。在下班超，这是舍妹小昭。见过先生。哦，原来是司写国史的班家人，带着小公子的信物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蔡公公是皇上身边的人，知道我受命要深入西域，让我把这把剑带给你，说先生会随我一同西去。到西域何处？不知。一路向西，且走且看，或许要去那些前人从没去过的地方。何时能返？不知，绝域万里，或许有去无回。明白了，我得准备一下。那一个月后，等齐先生一起动身。此番西去，我也举荐一个人。班先生，可知道直门？真有直门啊！听说他们追随的是道直。道直其实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，还骂过孔子呢，对吧二哥？没错，我说的这位其实是柳下直的后人，纵横两都的大盗柳盆子。哎呦，啊，柳开来了，又来找花寡妇吧？啊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又去不起张台。哟，哎，我说柳开啊，啊，那花寡妇怎么就看上你个小锁匠了呢？啊，哎呀，那可不是她看上的我，她家的钥匙啊，是我配的，我给自己留了一把。你就显摆吧你啊。这位大哥，哎，借个罐儿，哎，借罐儿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晓得说都是找你的？这我不认识他们呀。我看啊，他们好像都是城里的侠少，但是嘞，很客气，给我买了酒嘞，我的碗都不够用了，真的是发了财嘞。侠少，
在下陆晨，这一年恕在下眼拙，竟不识刘大侠。别过刘大侠！什么大侠？在下季梦，久仰刘大侠之名。别过刘大侠！你们，我不是刘大侠，既然侠隐在此，我们也不敢请大侠出山，只是来一睹风采，拜会拜会。我得知刘大侠在此，急忙赶来。大侠侠踪已现，只怕这里已不再安全。大侠或可移步，我既望自有安排。刘大侠城东已经住熟了，难道我陆晨在城东还护不住一个人吗？刘大侠还需要你护？只要刘大侠愿意，城西侠少愿意刘大侠马首是瞻。你，刘大侠，刘大侠使不得呀！哎呦，刘大侠使不得！刘大侠使不得！哎呀，我不是什么大侠，我就是个锁匠啊！两位老大，各位侠圣，你们别玩我了，别玩我了。刘大侠使不得！刘大侠使不得！我真不是什么大侠呀，各位。哎呦，是不是消息有误啊？不知道啊。但这种事也只能信其有，不能疑其无啊。就算是假的，传出去也是说大哥愿结交天下豪侠，得个千金买马骨的美名。月亮爸爸兜里组个嗲嗲，丫丫出来买菜。你真敢用这些东西吗？是他们送给你的咯。他们一定是搞错了。哎，他们为什么管你叫大侠了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认错人了呗。那他们爸爸要送钱的那个柳大侠是谁嘞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不让他们拿走？当时我不敢。前提下课不继续为敌设满口是人一家操的，我笑真心难测，偏要向红尘来过河，可叹悲欢离合终究是一场磨奈何。我歌江湖险恶，最不缺福前提下课继续为你设满口是人一家道德，我笑真心难测，偏要向红尘来过河，可叹悲欢离合终究是一场磨奈何。男儿不可欺，丈夫两膝之下有侠义，浪子多不羁，风流四海也难为家，男儿不可以追逐四方虚浊酒走遍天涯，北方有佳人。
果然没错，你就是柳盆子。就是你把我的身份散播出去的？不错。说说吧，这样逼我现身，到底想做什么？还请柳大侠见谅，我们。柳大侠有三绝，暗器、轻功、解锁术。刚才已经见识了两绝，可我们却是冲着大侠的第三绝来的。啊，嗨！求大侠援手。求我援手？柳大侠见谅，我们也是见不得光的人。我们有一个同伴被官府所擒，被我们从狱中劫了出来，但是他的手一直被一个奇怪的锁铐铐着，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能打开。你们是谁？江湖子弟何相问？不是信不过，只是怕连累了柳大侠。哎，来路吧。哎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锁铐？相当复杂和精巧。不瞒柳大侠，我们找过魔手田四爷，他也没能解开。田四都没有打开？你们是劫了田四吧？到了。他还活着？当然，虽然未能解开，但我们成他的情，答应他以后若有事，我们兄弟以命相报。好吧，我也只能信你了。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，不过我柳盆子解不开的锁，怕是还没现世呢。你做了什么？这锁怎么跑到我手上来了？这就是齐欢推荐的人，怎么傻乎乎的呀？齐欢？是齐欢出卖我？哎，这锁也是齐欢的手笔吧？齐大师说，你不能解了这锁，但也需一天的时间。你们要捉我，也无需这么费事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合作，干票大的。合作？就这么合作呀？想要和柳大侠合作，总得显点本事，要柳大侠看得起才行啊。在下班超，舍妹小昭，贵霜美人，仙女。我是羽林郎耿恭。你们是官家的人？也算也不算。加上齐欢，我们将效仿博望侯张骞，闯一下西域。西域？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作甚？开疆拓土必不是功勋，哼，岂不是比你做贼要好？哼，我喜欢做贼。你是名满天下从不走空的大盗，想必也知道美玉、宝石、名马皆出自西域。我们这次直接偷到他们的窝里，岂不畅快？你们直门的人不是最讲究畅快吗？哼，齐欢倒是什么都跟你说啊，但你何时听过直门会与官家合作？哦，可惜了。什么可惜？不去也行，信不信我将你手筋脚筋都挑了，免得你再去偷东西。哎，
柳大侠怎么也是个人物，不用折辱他，咱们报官就好。你就好自为之吧。等我们从西域归来，到时去狱里看你。若不是那胡姬用眼神勾我，怎么会着了这道？柳盆子啊，柳盆子，你又死在女人手里了。好女人，哎，死了也是有点不值啊。这位大姑，且来喝一杯。我听说一壶葡萄酒在前朝可以买一个凉州刺史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喝到了。这在西域不算什么。如何？哎呀，唯美人美酒不可辜负也。我这样的美人西域遍地都是。看来仙奴那边谈成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赶回洛都了？哎，你可答应过想办法把我也弄进西征军的。不急，都来到这儿了，总得回家看看吧，顺便再找几个帮手。帮手？什么人啊？教我剑术的人呢？小子，不错呀，剑佩醒了。夫子，这个是能闻出来的吗？师父，别叫我师父了，咱们以后再无关系。你被革了。我被革了？可我剑佩醒了。几时醒的？九日之前。太晚了。师父找到剑家传人了？那是自然，你学剑太晚总有些局限，而且兴趣博杂，对剑不能全心专注。虽然天赋惊人，未来成就顶多是我的七成，可你的小师弟那就不同了，不可限量啊。师父，别叫我师父。那好，您什么时候收了这位小师弟的？5年前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在里面读书啊。你以前剑佩未醒，当然感知不到他。我现在也感应不到啊。你才醒了几天？那小师弟醒了吗？去年醒的。那小师弟也出了剑意了？没有，只在剑气阶段。只是剑气？他才多大，剑意这玩意儿虚头巴脑的，对他而言不入也罢。您以前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是不是还没见到您小师弟吗？本来想向您借两位剑士的，如此那便算了。哦，
你借我的剑士做什么？我还是再叫您一声师父吧。我已从军，将去西征匈奴，还将秘密出使西域诸国。此番前来，就是向您告别的。西域诸国，阿大留下陪我，其余九个你都带走吧。这还有，你那小师弟风莲也会随你去。知道这道场为什么叫绿水晶炉吗？古歌云：“翠绿水，见红云；五彩艳起，见分晕。”这绿水当指翠剑。再好的剑也需要淬炼和开刃。弟子明白了，谢师父。枉然失忆了，哼，死气沉沉。我总算体会到师父说的我身上的死气是什么了。说说你的机缘，如何醒了剑佩的？九日前握到一把好剑，叫做飞弓，直觉得飞弓，墨家之剑。听这名字也知是墨家之剑了。这剑有什么来历吗？这是春秋时墨家巨子孟胜的佩剑，他命令三名弟子带着信物突围而出，传巨子位给田襄子。这传位的信物之中就有这把飞弓剑。那三名突围的弟子传位之后即刻返回阳城，田襄子曾直见以巨子身份命令他们留下，都没有用。这剑竟然是墨家巨子的信物，起码当年是。如今嘛，墨家怕是早就没有巨子了。哎，诸子败家呀，都凋敝了。这是你的机会，总不能一直这样隐姓埋名下去。徐欢自然清楚小公子的好意，只是如今我墨家衰微，小公子你……我早就不是什么小公子了，以前的称呼不要再提了。可你终究是我墨家巨子的。齐大哥，我记得你当初虽跟随家父，但你的授业师父却是神将柯无病，是吧？是。如此说来，你其实是向李氏一脉的了，而家父却是邓林氏之末，不错吧？小公子此言何意？我墨家虽分三派，各记所闻，却只是各有侧重，绝非对立。更何况如今百家凋敝，独尊儒术，
在经历过数次大难，墨家弟子实不存疑，还分那么清楚有何意义？不错，独尊儒术。那齐大哥以为，如今被尊的儒家，还是孔圣人的儒家吗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是前朝董仲舒提出的。而董仲舒的儒，相比圣人的儒，却是扩大太多了。我也看过《天人三策》，似乎是结合了许多阴阳家之说。不只是阴阳家，法家、道家，甚至是我墨家，在如今的儒家中都能寻到踪影。与其说是独尊儒术，倒不如说是集百家为一言。之前齐大哥说，墨家三派分得那么清楚有何意义？所谓百家，分得那么清楚又有什么意义？可墨家终究还是凋敝了。不会的，即便墨家没了巨子，这飞弓箭落入旁人之手，即便寻遍天下再无一人称自己是墨家弟子，只要还有人除暴安良行侠义之时，即便不称墨家之名，又有何妨？萧公子这番话倒似名家之言了呀。还是不同的，不过也罢，就当是名家之言好了。如此说来，名家也在。同样的，有人剥谷耕桑以足衣食，则农家在；有人悬壶济世以救苍生，则医家在；有人运筹帷幄以御外敌，则兵家在；有人远法而至以图富强，则法家在。百家凋敝，文明不灭，百家不亡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胡金多半是哪个将军私带的营记吧？我打听过，说是一位新上任的军中贾司马的随从，这叫班超的贾司马，据说与窦固将军是同乡，都是扶风平陵役的人，哎，还当过文官，不知怎的就从军了，带了一众随从，都是些奇怪的人。啊，这是来攒军功，图着升迁的吧？这些顽固，真当西征是闹着玩呢吗？说到图着攒军功升迁，这羽林卫的才是大头。哦，是啊。羽林卫。师父说，见者为见耳，不用这些碍事的东西。哎，这倔小子不要就给我，我不介意套两副。你们呀，哪有一点从前的样子？耿哥来了。哎，小昭。哎，你怎么把小昭也带来了？不好吗？哎呀，好是好，就是没见过这样去打仗的。见过你哥了？见了，刚骂了我一顿。他也不知我怎么来的。我说啊，我是羽林中郎将亲自拨来的，首令俱全，他也没办法。哎，说说你怎么做到的？做到什么？怎么通到我们中郎将那里的？他可是两千担的老侯爷。他今儿啊，和颜悦色地问我，想不想去西边累积些俘虏的人头啊？想带谁随便挑。
玄英，哎，我叫了我最好的七个羽林兄弟过来。这位玄英，小昭是见过他。嗯。那日多谢了。不用不用，耿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不装睡了，说吧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哎呀，真没做什么。哎，外面那帮人就不说了，你一个帐里能藏着两个女人，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？我是想啊，这西去六千里去打仗，路途寂寞，有小昭弄箫，仙奴跳舞，岂不美哉？耿哥，要不要给你吹曲啊？请耿爷赏条绫带。哼，都疯了。报贾司马，帐外来了一个人求见，说是叫齐欢。哦，终于来了呀。来了。啊，来了。你这是打算在金云宫开铁匠铺啊？这算是借给你吧。听说这是前代巨子的佩剑。我也不敢赠你，只是小公子说这剑任你，我们是用你养剑的。怎么感觉你们是带剑逛游野台呢？我就是你们为他包下的露水姻缘。把剑还来。哎，说错了说错了，我就是他奶娘。你是那个花寡妇？你怎么能跟来啊？啊！哎，还不是来找我的男人的。他会武功，还满身的毒虫，你口味很重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女人啊！你是怎么跟来的？你走了，就一直远远的跟着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去，绝对不可能。哎，你至于吗？自称是盗贼的祖宗被追踪了却还不知道，能不觉得丢人吗？放屁，这一定不是什么追踪术。花老板，夜郎桑木之音的花家与你是什么关系？嗯，这位大哥真的是好眼力啊。夜郎桑木之音花家是个奇门，极为神秘，据说精通用毒、艺术和蛊术，秦朝大军伐岭南时才让世人知晓，让秦军损失极大。蛊术我听说过，艺术是什么？
艺术就是能驱动野兽、虫蚁为自己所用。最神奇的是异鬼，能让地里的尸体出来打仗。哎，你说的那是赶尸嘞。啊，我们家呀，只有几个叔伯才会，那是嘞，得阳气盛，女人做不来嘞。你竟是夜狼人！我也不知道，跟我睡的是大名鼎鼎的柳盆子呀，还是桑木之音的人？你说，你有没有在我身上下蛊？没有。啊？真的没有？啊？有？到底有没有？哎呀，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那你到底希不希望我下蛊？你滚！我不管。哼！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花老板，你是不是有桑木之音的天蚕丝？我当然有了。那好，留下来吧，跟着我。你看吧，老娘还是很有用的。天蚕丝是什么？桑木之音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就是能养乌金蚕，吐出坚于刚韧的天蚕丝。欢迎加入。等等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潇洒点，你一向很潇洒的。他来我走。哎呀，别神气了，都中蛊了。我以前看过奇异集，里面有一条说夜狼女子善下狼心蛊，有情郎变心倒闭在路边，官府去收尸，结果一拉头发连着头皮就拉开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整个脑子都被蛊虫吃空了，里面全是蠕动的蛆虫。我们走吧，他们小两口应该还有话说呢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以后你们可以叫花盆组合，一定会名满天下。啊，对了，明天就是出征前的誓师了，别弄太晚啊，早点休息。没问题。豫北匈奴漫辱天地，既以归顺，复又悖逆，袭扰渔阳，劫掠河西，左陆离王战成国地，千劫百姓，残暴生灵，南山之主难书其恶，天下昭然，所共闻见。自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，夷狄居外而奉中国。匈奴本为夏之夷民，北上流离和百蛮之丁，今不思王化，屡屡犯境。自边信以来，漠北大旱，民生凋敝，上下交怨，此盖天地之法，故今略举大官以御使民。禹率阴阳之效，持虎之势，即南单于，东胡乌桓，西戎氐羌，侯王军长之群，骁骑三万，元戎轻舞，长鼓四分，云姿碧露，万有三千余乘，乐以八阵，力以威神，玄甲耀目，朱旗降天，遂陵高阙，下击路，经弃鲁，绝大漠，斩敌将以信骨，却失烛以染恶，上以书高文之素分，光祖宗之玄灵，下以安固后嗣，挥拓靖宇，震大汉之天生。朔王失息，征荒邑，剿匈虐兮，劫海外，匈骑苗兮，亘地界，
西地宰西，朕万世。你那些破虫子没在身上吧？啊！哎呀，他们很听话的，不咬人的嘞。什么？那你下去，别伤我的马。哎呀，别别别，骗你的啦，都放在军营里啦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怕这种小虫子，丢死人了。想我从4岁那年开始，就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都是一起长大的嘞。这种誓师真让人血热心悸啊。但功业终会散尽，殿宇终将颓废，不朽的只有文章。是啊，以后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这场战争会有多少尸骨和血泪，但能唱诵你写下的诗词，这就是历史。咱们史官真是傲慢，立德立功都没有立言那么便利和偷懒。有时觉得不朽就是个骗局，人总是要死的，与其去谈什么高义大德、功业文章，不如纵情当下，意气自由。或许只有这自由可以一直流传下去，消散了形体也不会在记忆里黯淡一分。诸史总要记事，不是这无端的感怀。史官真的记下所有的诗了吗？注史就是要有褒有贬，有招有引。我看见的都是那些被隐去的，但他们从来没有被史笔所抹杀，一直存在。他们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历史线索。
我此去就是去寻找他们。果然你还在纠缠梦里那些虚玄的东西。我知道你离开兰台时拿走了一些上古三件，整理完后我会还的。族里的人还以为你从军是想建功立业呢。其中自有功业，梦想总该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去无妨，把小昭留下。你知道的，我拗不过他。这也不能由着他呀。他的磁章可比你好，可惜了。照顾好他。好。做到的事情由我来做吧。班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开拓一个更大更自由的领域，给和哥哥一样才华横溢的人一个风华绝代广阔无边的天下，由着他们书写去镌刻自己的不朽。切，闭嘴。去镌刻自己的不朽。咱们在九泉塞已经驻扎十日了，在等什么呀？等卤水羌胡人的部队前来会合。哦，哎，昨日进城的那只是？那是南单于的人。此次征讨匈奴，他们也会出兵。南单于，他们不也是匈奴人吗？会帮我们打自己？征讨北匈奴，他们可是急迫得很啊。有血腥味儿。撤！撤！撤！是岳骑营的斥候。一击毙命，胸骨都碎了。这是被什么打中的呀？死了不到一个时辰，人还没走远。班头，这里有马蹄，五匹马。你去报告，我们先追。之后都摸到这么近的地方了，想来我们的动向已经被得知了。数万人的军队调动，瞒是瞒不住的，就看匈奴那边打算怎么应对了。嚯，这家伙吃什么长大的？这么……什么？
结果。看见小爷我的厉害了吧？啊！是啊，我是桂霜人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月之人。哦，在你眼里，是不是胡人都是一样的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不了解，想请教你。啊，想了解什么？嗯，你们月之历史上有什么厉害的传奇名将吗？就像前朝的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。名将，这倒真是问住我了。其实我母亲是汉人，我也是在汉地长大的。月之有什么名将，我倒真不太清楚呢。哦。不过我爷爷倒是和我说过一个传说。在西边，比胡地更加西南的地方，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帝国，名为波斯。波斯的军队所向披靡，征服了无数周边的国家，直到他们遇到了斯巴达人。面对波斯的十万大军，斯巴达王里奥尼达斯率领300斯巴达勇士固守温泉宫，死战不退，阻挡了波斯大军足足三日。后来波斯人找了一个当地的叛徒，带着他们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绕到斯巴达军队身后发起进攻，300斯巴达勇士全部牺牲，以300军队对战10万大军，苦战三日不退。我想这应该算是你所说的传奇名将了吧。嗯，的确传奇，想必那温泉关也是一道天险，不然区区300人顷刻之间便会被十万大军吞没了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兵法有云，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，已经占据天险却反被敌人利用完成包围，这斯巴达王只能算是有勇无谋了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若是换了你带领区区数百人面对十万敌人，又能如何呢？若是我有数百将士，一座雄关，加上充足的给养，哼，莫说是三日，就是三年，也能守得下来。好了，知道你耿将军是大将之才，小女子还有要事，先行告退了。这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别不信啊。哎。
我听说我们停在这里等其他几族大军前来会合，这是最后一支了，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要再次开拔了。于幼玄，我看你总向那些当地人打听着歌里的于幼玄什么的，是谁啊？仇人。啊，打听到了吗？他们说这人往西边去了。玄英哥哥，你知道我是个游侠吗？游侠最快意的就是恩仇这两个字，无论报恩还是报仇，命是可以随时扔掉的。哦，你们兄妹是来报仇的？二哥的想法太多，反正我是要行侠报仇的。永平十六年，耿炳、秦鹏率武威、陇西、天水牧氏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，骑都尉来苗、护乌桓校尉文牧将太原、雁门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定襄郡兵及乌桓、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，耿炳、秦鹏掘墓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，来苗、文牧至匈奴河水上，鲁皆奔走无所获。又太仆季荣、度辽将军吴唐将河东、北地、西河、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，坐不至卓爷山，季荣、吴唐免为数人。顾宇忠率酒泉、敦煌、张掖甲族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，至天山击呼延黄。骑兵，准备迎敌！准备迎敌！撤！准备迎敌！后撤准备！狂走准备！
进攻！放！将军，敌人从两翼包抄我们。两翼骑兵出击！敌军帅旗，正主来
副将，在已领500甲士堵上缺口。班司马，班司马，你率本部士兵协助李腾副将吃掉这一支骑兵。末将领命。简家传人，风莲。战场上这个不行，呵呵，这个好使。Yeah.
天王还有点东西。这匈奴真是杀不完啊，光我们虎贲军都杀了上百了吧，怎么还这么多？没这么多，每次冲杀的时候对方都能避开我们的锋芒，我们看似冲杀的顺利，其实根本没有起到多少作用，反而有几次差点被围住。这匈奴的指挥挺厉害。走攻了，好，我们直接冲他的帅旗。在战场上吗？我记得我被冷箭射中落马了，难道老人家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
这个没见过，看上去是一种棋吧。这叫象棋，这是一局残局。你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吗？我连这什么象棋都是第一次见到，怎么会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啊？说得不错啊。老人家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的故事才刚要开始呢。我的故事？你该回去了。枪能打穿他们呀！是是非非终不归，千里呼啸而莫恙。
班头，看样子这护眼王不打算退守义乌城啊。匈奴不善守城，这才同我们在野外决战，如今败了，想必是要直接退进大漠了。是你，我记得你之前战场上给了我一剑，砍得软绵绵的，超虫咬一口都比你那一剑重。哈，汉话说得不错呀，败军之将何以言勇？班头，我们一起拿下他。你不用出手。我们两个来个了断吧。哼，有点意思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会留那个小子一命，让他把你的尸体带回给你们的将军。可惜了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可能没办法把你的尸体交给护眼王了，毕竟他跑得有点快，估计是追不上了。小子们啊，护眼王帐下第一勇士班超，斗固军中贾司马。
你们今日虽然胜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珊珊、Juicy、Houston 这些国家都受我们的驱使，草原和大漠都是你们汉人该来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。忘了告诉你，除了斗古军中假司马之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我是大汉皇帝陛下的圆梦使。你说的那些国家我会一一拜访，让他们归附我大汉，共抗匈奴。他们不敢，这西域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。你们太自大了。这次平齐可是立了大功啊，初次交锋就大破匈奴军，还有那虎贲军，真是拿了不少匈奴人头啊。哎，你们别说，这羽林卫看着都是花架子，没想到杀了不少敌军呢。这仗难打了，那呼衍王的指挥啊还真是有两下子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凋零箭飞过大半个战场，直接射断了那呼衍王帅旗的旗杆呢。一箭越过半个战场，正中旗杆。那可不，哎，要不然你以为最后匈奴人怎么打得那么乱，一触即溃啊。哎，大家都是射生营的兄弟，你这牛吹的都不带打草稿的呀。哎呀，要不怎么叫神箭呢。哎，你还别不信啊！哎，对了对了，你问问这位屯骑的兄弟，哎，那会儿他们可是冲在最前面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，我可是亲眼见到呼衍王帅旗被一箭射断，之后匈奴人没了指挥，我们才能打得这么顺。那一箭就像天外飞来的一般啊，真是神箭呐！哎，说我呢？听见没？你剑法再好，打起仗来也没我有用啊！行了，知道你耿将军厉害。耿头，班先生，吁，窦帅找你们。哎呀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好嘞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参见窦帅。嗯，你就是那个神箭手？不敢。嗯，你真是堪比前朝的李广。当年的匈奴对飞将军闻风丧胆，就是他的箭能射虎穿石，镇上专射贼首，匈奴人一遇上李将军就会溃败。耿炳有你这样的弟弟，
真是幸运呐！啊，我比不上我三哥。窦帅，鄙人劝他，李广只有阵前的本事，像卫青、霍去病这样布局十万的将帅，才是千古名将。哦，你是在拍我的马屁吗？我真正佩服的却是李广，甚至李陵，他们爱惜自己将士的性命，与他们一起吃喝吟唱，一起拍马杀敌，是真正的将种。啊，卫青、霍去病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征战总是残酷的。不过是得其势，聚其位而已。耿副使小的时候，就被称作小李广的。副使？要你做我的副使。哦，班先生是在跟我抢人呢。我十二年前还是你们羽林卫的中郎将呢，后来出任舍生校尉，舍生军500人。都是从全国各军选拔上来的神箭手，我都没见过箭法像你这样惊人的。当今的舍生校尉孟将军倒是来调过我。哦，老孟倒是有些眼力，今日一战你堪称首功，一个神箭手在关键处可改变战局，你就不想随我多打几仗，直接把那呼延王射下来？啊，这咱们什么时候出使？明天就动身，出使西域各国，命他们放弃匈奴，归顺大汉。这不能打完仗再去吗？匈奴已退，打谁去？哎，那直接干这些西域人啊！哎，你也知道，待到四路大军重新聚集，且有些时日呢。这期间正是出使分离他们的好时机。话说这出使不比打仗，西域50多国各怀鬼胎，习性难测。想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，九死一生，等他回来都是13年后了。所以我才招了一些着意之士。虎贲卫秦立求见窦帅。啊，虎贲卫的人进来。啊，对了，此番军功最卓著者，除了耿副使，就是这秦立带领的虎贲八骏了。他们八个也是来攒军功的，的确劈下了最多的匈奴首级。啊，班先生，我把他们也拨给你。虎贲军秦立见过班司马。多谢窦帅。啊，如此一来出使的人就定下了，正使班超，副使耿恭，以及擅长忘气的舍妹小昭，月之女子仙奴担任蛇人，卧者后人齐欢携弟子共5人，飞到柳盆子携家眷花寡妇，剑家传人风莲携剑士共10人，再加上羽林卫玄英等7人，虎贲卫秦立等8人。使节团全员共计36骑。些眉目的话，会放你来北路打仗的。嗯，哎，
我听见窦帅叫你班先生。哦。啊，就是对我三哥呀，窦帅都没有这么客气过。可能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吧。切，哎。建议先生第一站出使善善。哦，不是最近的居师？哎，不瞒先生，这次受命挂帅很是仓促，皇上心急，筹备时间太短，所以啊，大军是只带粮不带草。不带草？那马吃什么？居师、燕齐、秋瓷，这北路诸国临着天山，牧草丰美，我们呀就地牧马屯草就好。倒是鄯善、精绝、于田这些南路诸国处在沙漠，我军无草是不可能涉足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啊，先生正好携着军威去南路，吓唬他们一下。窦帅深谋远虑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先生向南伐谋伐交，我向北伐兵攻城，看到时能不能在疏勒南北交汇。出发吧，樊先生。自此向西，再不是汉地。樊先生此行绝地凿空，还请珍重。生不再让我大汉的公主远嫁他乡。